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之前有很多人在问我说，我的车上是怎么听音乐的。那其实有两个方法，然后我今天会两个都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，你去买一条这个 USB 转这个头的线，然后呢插随身碟，那你把音乐放在随身碟里面就可以听音乐。但是这个呢，就是比较麻烦，它就是因为你要一直灌歌进去嘛，所以这个部分你要去找那个下载的会比较麻烦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东东，这个东东呢是我今天新买的，就是我觉得还不错用啊。刚刚也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好像叫做车载蓝牙音乐播放器的东西。然后你把它插进去之后，你们看，你们现在看这里是不是写 88.2？ 88.2 呢就是它的频道，所以呢你就把这个转到 FM 的模式，然后把它调到 88.2。 那我现在这个呢已经调到 88.2 了，好，有没有 88.2 可以看到吗？好像看不太到，反正我现在把它调到 88.2。 然后再来你们看这个手机的部分，手机的部分呢你就连上它的蓝牙，它的名字呢是这个 HY82 这个。那你把蓝牙连上去之后，蓝牙把它连上去之后啊，你就可以播放你的音乐。你看我现在是播放，然后你也可以随便换你想要听的音乐，比如说这个。有没有？就是随便你想要听哪一首都是可以的。好啦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拜拜。